实况组最缺的其实钱吗？我觉得钱倒其次，我觉得实况组最缺的就是，我觉得太为了钱开台的话，实况会变掉。我觉得实况组最缺的就是观众的喜爱心吧，就是假如各位观众都很，就是我每次开台都会来，然后很爱我，我都觉得说这样就很开心啊，就不用再抖累什么的，因为没什么必要。钱我都自己赚，自己赚就有了。现在工作也不会很难找。我举个例好了，例如像有一个人叫做小英，然后小英就是经常会跟可能跟谁，跟秋风好了，跟秋风开台。然后可是小英后来慢慢变有名，可是小英的观众都是几乎都是秋风了。那假如说秋风跟小英同时开台，可是开不同游戏，他们会选择看秋风的，因为就是都是从那边秋风那边来的，所以你们懂那种意思吗？